这台机器哈，收到的时候呢，是把这个支架装上去，这个是架料杆支架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废料拔槽啊，是这样装的，这个钩钩到这里，然后左右各一个，啊，收到的时候把这两个装上去就 OK 了，然后我们在装料的时候啊。把这个物料的本体对着这中间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引脚放到这个齿里面，然后呢，左手点那个点动开关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料带进去，带进去一点，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把这边的这个进料夹，把一边的这个纸袋给放进去，然后再放右边的。然后调整一个合适的松紧度，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，可以上下这样试一下。好，然后再按点动开关，它顺畅之后呢就可以打到那个制动这里了，现在是寸动嘛，如果说点动它非常的顺畅的进料的时候，就把它打到这个制动这里，然后再按启动，它就可以自动加工了。